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到新加坡的 China Town， 也就是牛车水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就是做我的眉毛，因为本身我觉得我的眉毛很淡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去珍珠坊的一间美容院做眉毛 ，Let's go。China Town。找第一号出口出来，好，第一号出口出来，这一栋就是珍珠大厦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找入口进去，哦，现在入口都统一入口，这边是新加坡的 China Town。那我们现在在珍珠大厦的一楼，入口在哪里啊？好了，我们要从这边进去，要扫 QR code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在珍珠房里面，我们现在找二楼，这边是一楼，我们要找二楼。然后它是在二楼的37号，这边很多食物的味道。这边往上，这里是二楼吧？楼的37，这我刚搞错了，它是在珍珠坊的二楼，所以我要从这边进去，然后一样进去要扫 QR code。好，我要去二楼，从这边上去，它在二楼37号，4041。37号，这边啊，找到了。37号，厕所在。好，在这里37B这边这一家，噔噔。我现在只能帮你画形状。我现在在上麻药，他这样要敷的，大概要敷几分钟，5到10分钟吧。是做一边的，有眉毛跟没眉毛。嗯，你先看。好啦，我现在做完，这个是6D雾眉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很漂亮吧？不过我现在头发有点乱，刚刚他哭那个发哭的关系。这也是。OK， 我今天做完了，今天在这家店做，然后现在看起来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两边。因为本身有眉毛手的问题，我觉得这样做起来蛮好看的。然后他们现在下班了，然后现在带大家到这边是牛车水嘛，然后我今天在
珍珠坊，带大家逛一下珍珠坊喽。现在已经是8点多了，所以这边其实很多店家都关门。珍珠坊，这样3层楼，现在几乎都关门了，人家没办法带大家看。现在中间有一个圣诞树，哇，真的都关门了。这边其实有很多旅行社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最常因为大家都会来珍珠坊换钱，换钱的话，通常我是来这一家换钱，对。然后现在他们都关门了，像我们出去这边，那边门口有卖包子店，刚这一家有换钱，然后再来就是这隔壁这一家。这家紫色颜色这家1至28，也是我平常换钱的地方，给大家做参考咯。啊，一会儿都会关门了。
新加坡一日系列，然后我今天带大家去新加坡体验，就是六 D， 对，物美，有没有很漂亮？然后再带大家从 Chinatown 走路到 Raffles Place 这样子的一个 City Walk 的体验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。那我们乔林智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的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